我们要看跟肉哦，其实当然我们如果以这个来改好了，比如说我巴兰哦，假设复制一个好了，好，复制一个，然后这边的话一样哦，反正呢就是，需要用两个函数叫 column，这个就是栏了哈，然后 row 的话就是列 row，OK 哈，反正呢就是用这两个函数可以解决刚刚的问题。那首先当然如果你对于那个 column 跟 row 不熟悉的话了。其实我干脆这个重来过，这个全选一下，把资料 delete 掉了，我们就重来哦。OK，那如果说你要取得那个栏，那你就插入函数，它那个函数的话就是叫查阅与参照的哦，在这边 column 在这里哦，OK 按确定，然后你打个勾之后的话，它就取得哪一栏。那如果到这边第七栏、第八栏在这里，有没有一到八哦？OK。然后向下填满的，向下拉了，反正它就只会找到它在哪一栏的讯息。OK，那如果你说列的话，然后列其实你也可以玩玩看，好，列的话其实一样的道理，插入那个这个叫 row，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列 row，好，然后按确定，它只会抓到什么？它在哪一列？所以你把它向右拉的话呢，它还是在第几列，它就不会得到那个栏的讯息哦。那如果说我两个要把它拿来用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先，是吧？先取得，先插入函数好了，先取得它在哪一栏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前面练习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1470，那你就可以什么？用一加上，反正它一定都有一，加上三的几倍。那三的几倍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 column 去完成。那 column 的话呢，当然如果第一次假如是一，下一个是4的话，就是三的一倍嘛，哈，所以你就先把 column 先减一，因为它现在所在的位置第一栏，所以一，那记得先把它刮弧起来，后面再乘上多少？乘上三，就是要不要加三的几倍了，哈，有没有？第一栏我不要加，第二栏我加一倍。第三栏我加两倍，以此类推，那这样 OK，打个勾看看，向右填满一下。对，有没有147都是加三，那这个是它要抓第几个字的位置？那 OK 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公式哦，再带到哪里呢？带到那个 mid 里面去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再插入一个刚刚用过的，最近使用过的 mid，然后 test 的话就是三字经里面的 A1。哦，然后记得哦，按 F4 好了，F4 就是前后就帮我加前的符号，然后都三个字嘛，三个金哦，然后把它贴上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就会取得有没有1到24，然后当然你如果向下填满也都一样，那如果让它要往前推进的话，那再来其实道理都一样，就是后面再加上怎么样24的几倍，那就是用 row 来产生。那 row 小括弧哈，它这个现在会取得一嘛？那所以现在这一列不要加24的倍，所以把这个 row 减一，因为它现在位置一嘛，一把它减掉。所以而且减要先执行哦，不然的话哈，它会执行乘后面的那个乘哦，一样的，这个是一定是先乘除后加减，然后乘上24，所以哦这一列的话不要，有没有？一减掉一，那就零，零乘上二十还是零嘛，所以这一列全部都不加24。下一列的话呢，那第二列哈带过来，二减掉一，那就一，就是加24的一倍，24两倍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结果会不一样，看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像底下哈，这个我先把它 delete 掉。那它还有个好处哦，你就是向右拉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你快点两下。它好像没，不，它可能还是要自己拉一下。那你就往下拉，你会发现哦，资料怎么没出现？哦，有了，拉过头了。哦，所以理论上哦，它总共有，48到48列的地方就完成了。哦，啊，这个公式的话，基本上跟刚刚，差异的话，就是如果你用 column 跟 row 的话，上面就不需要编号了。不然的话，之前我们还特别还要加一个编号1到8，然后旁边还要列，然后列不足还要自己补。那如果你用那个 row 跟 column 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有这个必要性。好，你说8栏 OK，那如果4栏的话不 OK？4栏一样嘛，
就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把它改成四。然后四栏的话，其实原理原则应该都差不多，就是怎么样，我们就这个四个就不要了。然后基本上的话，公式应该是向右之后有没有，然后应该其他这个都一样嘛，所以这个改的原理应该都一样嘛，把这个改多少，改12就好了。对，哎，12的倍数，就是它总共一列就12个字啦，有没有？然后打个勾应该 OK 了，向右我看看，然后向下，向下的话应该没问题，好，那 Ctrl 向下一下。哎，对，那就到95列 ，OK， 好，那再来最后的话一栏，一栏比较简单，一栏的概念跟刚刚差不多，这个我刚刚做过哈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那一列一，哎，看再向下 ，OK， 好，那最后的话呢哈，我们其实呢，如果要拿这个来当那个查询用，比如说我想说，哎，三字经里面到底出现哪一个关键字最多的时候啦，当你想说，哎，三字经我如果要做个查询系统的话，那该怎么做最简单？其实跟各位讲啊，如果你可以把它放表格，你就可以查询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把它变表格，很抱歉，你就不好查，不是不能查，是不好查。OK， 所以为什么要把它放表格？就是为了后续哈，我们可以运用 Excel 的功能，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应用哈。OK， 然后请各位试试看啊，把刚刚的这个公式哦哈改一下，就是本来发栏它上面有编号，不要编号哦 ，OK， 然后呢把它换成 column 跟 row， 也就是直接用它本身的栏跟它本身的列，配合有一个函数叫 column 取得栏 ，row 取得列，然后呢让它可以直接就呈现出来，好，然后一样啊哈，发栏。所以这边乘24，那如果四栏的话，公式哦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改一个，这边改12，其他人都一样哦。那一栏的话呢，哈，其实更简单 ，column 都不用 ，row 就好了，因为它一栏，栏反正就是一定都一啦哈。然后呢，就直接呢取得列的部分就可以了，哈。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了，我们九子乘法表其实会前面是好像也是第一阶段嘛，哈。第二阶段，其实哈还有第三阶段，还记得吧 ？VBA 有没有？不过哦，如果这个用 VBA 来写的话哈，很快按下去就 OK 了，但是哈蛮难的。OK 哈，如果你们可以试看啊，如果你也可以把这个 VBA 写出来的话，哇，那应该就更方便了。如果假设我希望写一个 VBA 程式。一键按下去之后，自动帮我把八栏产生出来。哎，那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？OK， 好，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啊。不过这个难度相对会高很多哈。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待会的话，如果一栏做出来之后哈，其实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一栏的资料来做查询系统。那怎么做查询系统？我待会哈再跟各位做说明哦。